大家好，我叫王德芳，一名优秀的、经验丰富的、技术水平过硬的驾校教练。别看我头发这么少，实际上我今年只有双十年，也就是20岁。本教练之所以会变成如今这样的造型，还不是因为手下这群不成器的弟子。今年是圣地亚哥驾考改革第一年，本教练一世英名可不能被这帮人毁于一旦。让我看看这一届的学员吧。哎，教练，我叫富兰克林。哦，小富。我是富兰克林的兄弟拉姆。好的好的。我叫钢铁虎。哦，胖虎是吧？我看过你的早期作品。那个教练，虽然我没有驾照，但是我已经开了5年车了，我申请您给我一辆车直接上路训练。Wait， 这听起来怎么都像是违法了吧？算了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警察啊，只要你弄不出乱子就行。那个小富的兄弟，你去坐他的副驾驶看着点。好的，教练。这个就是教练的爱车 A186 啊。兄弟冷静点，在走之前先想想教练讲的考试项目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本次驾考改革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下5个项目：一、直角转弯；二、倒车入库；三、横着倒车入库；四、5连发卡弯；5、上坡起步。每一项都不算太难，只要你们用心。不管了不管了， Come on let's go， Round 1 Lady go。可以，这起步稳如老狗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我倒下车马上再来一次。 Shit， 你看车出来了吧，我就说没有问题嘛。 Oh no，Round 2 Lady go！ 嗯 It's okay Yeah Round 3 Lady go！等等，你看一下右边，右边啊！哦 ，no， 左边，哎，左边 ，what the fuck？ 左边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有点乱，我有点乱。看路，看路。Shut your beep mouth！ Oh god！ 你老看我干嘛呀？别看我开车。那个教练的车不知不觉间好像已经身经百战了哈。你还有脸说？你还有脸说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给教练打电话。等等等等，兄弟，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次结束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回去见教练，好吗？好吧。等等等等，是不是着火了？啊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我的佛！哎，这个号码是小富的兄弟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的。